说霞姐，准备明天回北京啊，孩子的这个志愿今天也报完了，就等十几天以后，等着这个录取通知书了，然后准备回去呢。今天没事儿，那个发了点面，准备整点包子，然后这把这包子带回北京，那个回去就能吃，有现成的，不用出去买了。面有点软，软吗？这块摸着还行。我放馅了，我怕烫。你看，这不是同一个边吗？还是面？我这就摸着。我表面，对，我捏过。就是面有点软了，包子想破，还可以，看着都没怎么破的。那蒸几坨？三锅。这么多。用绿豆汤一会儿自己盛。就是觉得有点黄了。好吃就行。装回去正好现成能吃了，要不然回去确实也那么久没回去了，在那儿还得收拾现弄。我怕你们前一段在北京住的东西也不齐全。对啊，我们俩在那儿都凑合吃点基本。这菜，妈，你这想的太周到了，直接这全部都回去都是现吃。对，对，这正好咱直接带回去都有了。行，你们东西都收拾好了吧？行，走。今天还有点下小雨。下雨天咱就慢慢往回开吧。对，慢慢别着急。那下雨天凉快了。